大笨钟到底在搞什么东东后？我知道你看到中国，你只会说 no。超前部署没有着落，每天两点爆数刷存在感 for sure。国产没解盲，内线就开买。等等官邸轰趴要不要来？只怕你掉得太快，跌停要去庙里收金拜拜。好牌 ，We can touch the sky， 股市如海，跌停涨停都是见怪不怪。玩难买赢高端，赔了好多钱。以为柯震猛与虎是书里出现，如今活生生上演我面前。人民不断死去，政府却只有拖延。何时才能决心要回我们的政权？疫苗快来，政客快走，对你来说，却等着算什么？